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34愿，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谈到这一愿，那师长老人家这207页，我们看说经行道，我们再稍微针对这一愿呢，再来一起探讨一下。说经是言教，行道是身教。求生西方不是光说，真的要依教奉行啊。把经所讲的都做到。承德初学佛的时候，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有一点呢，印象很深刻。师长提到了《无量寿经》100%做到了上品上身。做到90%上品中身。那以此类推20%呢，下品下身。还有提到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不知道大家听到老和尚说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了，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怎么有可能做不到的？我今年跟团队的同仁谈到我们今年是这个自知去习的一年，要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老子的教诲了。当然了，我们要知人，首先要自知了。跟自己24小时在一起，都看不清楚自己，离我们更远的他人所以要看得很准确，不容易。因为心一有偏就看不准了。比方你喜欢这个人，可能他的问题你就看不到大学有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鲜矣就是很少。你喜欢他，能知道他的问题在哪。你厌恶他，能知道他的优点在哪。这不容易做到了。我们从这一句话来体会体会欲知人者，先自知。我现在的念头产生喜欢讨厌了，我没有发现，我就是没有自知了。进一步呢，我用我这颗心再去看别人了，就不知人了。会偏了。我的心没有产生爱憎好恶，
都是公心，大公无私啊，这样看人才看得准啊。哦，公生明，大公无私啊，你看人看事才能明白。啊，诚生明，真诚，至诚感通，哎，能看明白。啊，我们对人有成见的时候啊，看人也看不明白。啊，对人有成见呢，哎，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心会产生变化哦。啊，把人家的缺点，因为成见嘛，放在心上了，哎，开始扩大了。开始扩大了，人的心啊，起变化是很快的。啊，曾经，啊，我跟大众讲学的时候啊，啊，有提到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当然，这是老和尚的教诲，哈，啊，这我得强调一下，啊，不然又传承陈德法师说，啊，这是老和尚教诲的，啊，哎，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啊，有个女士啊，啊，在台下呢就喊了一句话，啊，她说没有优点。我就以非常崇敬的表情啊，对着这个女士说啊，哇，你先生没有优点了，你还嫁给他，你真是佛门里面呢所讲地藏王菩萨的精神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啊，那这样有点说笑啊，提醒提醒了。他的一点优点都没有，你嫁给他，不可能的事情了。啊，代表相处过程呢，啊，把对方缺点不是啊，放在心里发酵了，发酵，哎，最后就会发酵成什么？没有优点了。其实他的优点还在那里，为什么看不到了？所以曾国藩先生说的一念不生是为尘，有道理啊。我们一看到对方念头起来了，不是一念不生了，一个妄念都不生，真诚心。可是我们很容易啊调过去的档案出来，俗话说了翻旧账啊，过去的影像一起来，火就有点快上来了。过去心不可得啊，这个《金刚经》啊，是教我们用真心的啊，因无所住，过去的事情你都放在心上就有住了。都没有住在这些成见呢，才能升起真诚心。而生其心呢，这是啊《格言别录》里面的教诲啊。这个弘一大师啊，从《格言联璧》选出来，都是精髓啊。老和尚交代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啊，这都是老和尚修行的心法，不能囫囵吞枣啊，不能左耳进右耳出啊，听一次就要把它用上。为什么呢？因为老和尚说，学佛最重要的，哎，都用这个词了，还要听几次才记住啊？最重要一次就要记住了。学佛最重要的是用真心。哎，
那我们提醒自己了，我用了吗？啊，你看老和尚送佛送到西呀、啊，怕我们对真心体会的不够深刻，他老人家善巧方便，哎，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因为啊，《观无量寿经》《大乘起信论》谈菩提心啊，我们听起来有点似懂非懂啊，《观无量寿经》讲菩提心讲了，啊，执心，执心大家懂不懂？啊，身心，哎呦，这个身心跟。但是大家注意哦，可能200年前的人，人家一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基础啊，跟那时候不一样了。啊，执心、身心、大悲心。哦，这个是啊，这个是《大乘起信论》啊，执心、身心、大悲心。啊，《观无量寿经》是。至诚心、身心，啊，你看两部经论都是身心哦。可是我们一看身心，啊，我们闽南话说的沙薄啊，啊，摸好像掌握不住了，沙龙薄了啊，掌握不住了，哎，回向发愿心，这是。《观无量寿经》上说的，老和尚能感受到我们佛弟子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得很深刻具体，所以他老人家把三心转成五心。第一，真诚，哦，这个容易体会了，啊，这是真心的本体。哎，本体起用了，有自受用跟他受用。啊，自受用，哎，把身心啊转成清净，哎，清净容易体会了吧？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哦，我们一坐下来，念头那么多啊，不清净了。要赶快念阿弥陀佛，妄想千般皆不管，一生佛号要分明啊！哎，妄念慢慢就停歇下来了。大家一提到妄念，妄是什么？虚妄，它就是假的吗？假的能障碍我们吗？你把它当真的才有障碍啊！哦，哎，你正念现前，邪念就污染不上了。它是假的，啊，叫烦恼贼，做贼心虚啊！你这个主人，啊，这个桌子一拍，啊，大声一喝啊，他就从墙上掉下去了。他就不敢进来了，因为他是虚的嘛。好，那老和尚把这个身心转清净平等，平等就没有高下的念头，没有分别心，叫平等啊，我比较喜欢那个人，比较讨厌那个人，这就是不平等的。啊，平等恭敬，平等供养，这样我们才是在用真心的。大家仔细去观察自己的心哦。啊，一不平等的时候哦，这个心哦也是有点虚虚的。不自在，哦，比方说你拿着好吃的东西，哦，偷偷把孩子叫过来，哦，
不要让公公婆婆看到。你看你当下那个心自不自在？你看不平等了、不自在了。你在处理人事问题，有人错了，我们能不能不跟他对立，还是平等恭敬他？借这一件事护念他，而不是指责，而不是排斥他。真心不是在你喜欢的人身上练啊，有时候你也练不成啊。你喜欢的人你不能贪爱啊，讨厌的人你不能对立啊，不能控制要求啊，不听我的话哦，我火就上来了。三十七念说，诸苦皆从贪欲起啊，生烦恼就是苦了。我们自己啊，关照关照啊，今年是自知去喜的一年，要先自知啊，知道这个念头偏在哪了，有分别，有执着，有爱憎了，有高下了。赶快把它调过来，这就是去习了，把这个坏的习性心念去掉。比方说这个对这个人有成见了你到单位去你买了你家乡的好吃的东西了就这样，有一点不甘愿拿给他吃。突然想到老和尚说的，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决定没有两样。一下要依教奉行，你看这个说经行道求生西方不是光说，要真的依教奉行，把经里所讲的都做到，做到20%下品下身极乐世界无量寿经要做好，大家今天好好静下心来，这个无量寿经我要做20%，我来找一找要做哪20%。我建议大家不能挑20%，最少要挑30%，是吧？你做做做还有几条没做到还有20%多你一下20%还有一两条没做到，这个怕不稳当不可靠了所以还是定高一点假如大家有志气的话，我要100%做到那你铁定一定是上辈往生的。你再怎么降也是 上品下身所以古人说得比于上则知耻这个有道理了清净平等觉，用觉性不是糊里糊涂不是啊遇到境界都不清楚，不是遇到境界就感情用事，就不理智了，意气用事，要关照念头比方在单位当中嫉妒心起来了可能某个人能力比我高了怕会不会影响我的地位修行从起心动念处修从根本修你看这一个念头没有把它调伏了，
接下来造的都是地狱业报啊。嫉妒心是嗔恚啊，而且你一嫉妒了，假如又在佛门做事啊，那你把一个人才给障碍住了，那你是障碍整个法缘哦。那障碍一个人的法缘都是地狱业，更何况是障碍一个道场大众的因缘。所以我们在佛门好修行，好积功累德，但是要造业也是很大哦。一体两面哦，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是随顺习气，还是用真心？用真心啊，哇，那在佛门，那积大功啊，累大德了。哦，老和尚曾经讲过了，敬贤受上赏。啊，你推荐一个很贤德的人给企业团体，这个得上天最大的赏赐了。因为很多事情啊，为政在人，你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事就成了。举一个历史的公案，鲍叔牙推荐管仲，齐国大治，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的智慧能力。但是最大的功德是谁啊？鲍叔牙。所以后来他后代十几世啊，都做大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我们再举一个秦朝李斯的例子，他做宰相啊，结果他的师弟韩非子才华能力超过他，他跟秦王这个毁谤韩非子进谗言，结果把韩非子害死了。没有多久李斯跟他儿子都被腰斩了。那个避嫌蒙显露啊，你把真正好的贤德的人才给障碍住了，会有很明显的灾难杀戮现前。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要引以为戒要成人之美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老和尚为什么这么强调要扎三根？我们自己要去体会，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体会的不深呢，老和尚讲我们也不做。成年人没有办法被勉强的，自己体会得了，别人不逼我们，我们就去做了。比方说老和尚说要分秒必争念佛，我们可能听了好多次了，有做吗？那要自己体会的，为什么要分秒必争呢？念得一句是一句呀！黄念祖老居士用抢救啊。修行人呢，感知力、觉照力要强。就像我们刚刚
提到的这两个历史公案，你一个随喜的心，成人之美的心，跟一个嫉妒心，天壤之别。你深信因果了，还会干傻事吗？人会干傻事啊，还不够信因果，甚至于是因果都是他说了算了，狂了。我们末法时期啊，很可能会这样哦，因为法弱魔强啊，人念头一不对，尤其是在道场里面服务啊。你今天是个农夫，障碍不了佛法，魔还不找你呢。今天在道场里面，又是重要执事，念头一不正啊，魔得其便，妖魔鬼怪啊，天魔啊，要来障正法，还有自己的冤亲债主得其便。我们今天不分秒必争，不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妄想杂念还很多啊，又在佛门做事啊，魔王不钻这个空子，不可能啊。所以佛菩萨跟魔王抢人哦。诸位同修，有没有感觉这边在拉，那边也在拉啊？警觉性要高哦。圣皇之分在一念之间哦。我们感受感受啊，打一个妄念跟念一句佛的差别有多大？你真正感受很深了，不用人家提醒你念了。三十七念提醒了，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一不念佛啊，就造轮回业，因为轮回心铁定造轮回业。我们过去生呢，三恶道的种子已经够多的了，轮回种子够多的了，我们还继续种种子，业力甚大哦，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圣道哦，怎么忍心还继续把这个轮回种子放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不是不自爱吗？你念一声佛号，真心念，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呢，跟造轮回业，这差多少啊？所以啊，还得多听经啊，经听多了，你明得越深呢、啊。我们说熏闻成种啊，哎，那个种子自然就冒起来了。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读书就是熏习了，听经熏习了。我们现在福报大，拜科技之赐啊。你看以前的人要听经，得要无事不登三宝殿呢。爬到山上去才有经可以听啊！你看我们现在福报大不大？啊，老和尚的经一打开就有了。哎，但是你越有福报啊，换另外一面啊，也越容易折服啊。哦，事物都是有正反两面啊。你不珍惜了，那折服也很大。
越方便了，反而越不主动了。越困难了，很难听到了。他爬到高山上佛寺里面听了，生怕听漏一句啊，那他的恭敬心就得利益了。所以越方便了，还能如平得宝啊，哇，那这个修行人大有可为啊。我记得二三十年前呢，刚在学佛，有听到，哎呦，大陆的同修啊，他们要要到老和尚的录音带都很困难了，听说某一个道场拿到老和尚录音带呢，几百人跪着听啊，那虔诚的程度啊。现在 USB 那么方便了，能像30年前同修那种如平得宝的精神吗？假如不行，我们就在福报当中堕落了。顺境不好修，顺境淘汰人了，逆境磨练人哦，顺境淘汰人，不知不觉。所以为什么说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问问自己，我现在珍惜老和尚的经教，跟一开始的时候对照对照。是一开始的时候珍惜，还是现在？假如是现在，那对了，这个心越来越珍惜嘛。假如没有那么珍惜了，哇，恭敬心退了，一真一切真，一退一切退哦，好，你说我只是听经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恭敬。但是我还是全心全意去落实，我看不靠谱啊！好，为什么？你去例行是用这颗心，你去听经也是用这颗心，又不是四川变脸啊！听的时候是一个脸啊，这个例行的时候又是一个脸啊！所以《华严经》这一句啊，让我们呢。没有灰暗地带可以在那里掩饰，就是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修行人要打破自欺一关啊，时有商量处啊，常常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啊，那这个自欺就破不了了。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谈，我们成年人没有办法被人家勉强的。好，都要自己认知到位啊。当然，换另外一个角度啊，成年人都不能被勉强啊。你想去帮别人呢，不要皇帝不急呀，急死你了。好，大家要知道我这个遣词用句是对大家的尊重啊。皇帝不急，急死你了啊！好，哎呀，感知能力要强啊！你就知道一个念头啊，念阿弥陀佛是最正确的选择。修行人之所以能成就啊，珍惜命光啊！一不珍惜命光，一分一秒都不能让它轻易流掉。
才能成就啊。不重视时间呢，可能就一日无常道啊，方知梦里人啊，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呢。啊，刚刚跟大家提到了，你看老和尚把三星啊转成五星，大家有没有学到老和尚的善巧方便？啊，学到了，用在哪？用在我们跟人家谈话，都要设身处地啊，对方的接受度，对方的理解度，而不是我很想讲什么，我今天非把它讲完不可，这样我才痛快，都站自己的角度。学佛重实质，不重形式。学佛的功夫在放下，放下我执，放下见思烦恼。你看这个见，我见，我的看法。比方说我们在谈论一件事，那我跟同学讲了，你刚刚谈的呢是站你的角度，你没有站大局，你没有站全体思考，你继续这样思考问题啊，我执都在增长啊。养成一个习惯啊，一考虑是为大局，甚至为后世的子孙，哦，那这个更可贵了，为团体的每一个人着想，那这个不知不觉，这个我执就越来越淡了。修行人什么时候改变的？不知道。宽为限，谨用功。功夫到自色通啊，这一句佛号老实念，一句接一句，哎，我什么时候心变清净的？不知道。一生接一生呢，垢灭善身，身意柔软呢。下莲居老居士说的，根深气界前转换。根深，哎，你看我们有六根呢。气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啊，这些物质环境啊。哎，潜就在你念佛当中啊，潜移默化，就在转了。哦，所以一个老实念佛的同修家里面呢，你一走进去，哎呦，我怎么感觉我进你们家心就静下来了。他们家的磁场不一样，都在转了。哦，老和尚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真念佛人，这个地方不遭难了。不知道诸位同修啊，你一听到老和尚说，哎，有一个真念佛人啊，这个地方不遭难啊，大家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哎呦，谁好像念得不错，赶快搬家搬到他们家附近去。你看这个念头啊，有没有认识自己的状态？都是依赖的，都不是舍我其谁，请佛注视啊！请佛注视，先请谁呀？有志气的人才能修行啊！你看是弘是愿。这个就是自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学大乘佛法，心量要扩宽呢。你看一听经，哦，哪个念佛人
那个地方真念佛了，不遭难。看自私的心又起来了，赶快躲一下啊！哎，世间灾难那么多啊，天灾人祸啊！我们念佛人啊，我们修大乘啊法门的，应该提起慈悲心来啊，应该尽自己的力，精进修行啊，把功德回向给地球上的众生呢。啊，这就是落实无量寿经了。啊，心大悲，名有情啊，眼慈变，跟你有缘的亲戚朋友，看你，哎，学佛之后改变很多，啊，没什么忧愁了，每天笑嘻嘻的。他还得吃安眠药，你说他不找你吗？现在有睡眠障碍的人可能超过20%啊。大家有没有整夜睡不着的经验啊？哎呦，你们不知民间疾苦了，现在睡不着觉的人很多啊。看看你要不要试一天没睡着，隔天脑子轰轰轰响，你就知道，哎呦，一天没睡好，那么不舒服啊！好，你们不要激动啊，今天真的不睡觉啊！哎，啊，能感同身受，强一点就知道了啊！你就看他的表情，就，哎，哦，我是曾经啊，心肾不交。长期透支啊，心肾不交啊，睡眠不是很好入睡。哦，在那里等，在那里，咚咚咚，哎呦，12点多了啊，1点多了，哎呀，2点多了，今天可能又没戏了。可能佛菩萨慈悲啊，知道呢，我从小啊，太好命了，修喝命啊，我们闽南话说太好命了，不食人间烟火啊，啊，连公共厕所都不知道在哪，不知不会上厕所啊，太好命了啊，哎，都是住五星级饭店啊，公共厕所不会用了，啊，让感受感受世间的苦啊。所以这一句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所以我们身边亲戚朋友有没有睡眠障碍的，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哦。我们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现在落到邪教里面去的？哦哦，可能大家一听我这一句话，没有啊，我们现在没有啊。你还要进一步思考了，你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在邪教里，请问他们今天或者明天会不会遇到邪教？现在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呢？他们建立判断能力没有？诸位同修啊，我们思维啊，24小时不够用啊！我现在觉得48个小时也不够用啊。该关心的人事太多了，越干越觉得赶快往生啊！现在智慧不足啊，也没有六神通啊，想帮人还怕害了人哦，六神通了、
阿弥陀佛一直加持的，皆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帮人才稳妥啊。所以越加体会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的苦心呢、大慈大悲啊，接引导师阿弥陀佛啊。世间修行啊，太难了，退多进少啊，退太容易了，进步难了、极乐世界没有退缘了、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真明白极乐世界的好处了，世间自己就愿意放了。成年人不能被勉强啊，得要自己看得破，就是真明白了，看破是明理啊。我也曾经跟同学们比喻啊，极乐世界就像一块黄金一样啊，我们娑婆界就像米田贡一样啊。现在出家的讲话要含蓄一点。那请问大家，你会拿哪一个呢？你每天还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不就是拿米田贡吗？跟这个娑婆界打得火热的不得了，欢喜冤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啊，大家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那个去拿黄金了啊，那么殊胜的一这个净土啊，我们就离它越来越近了啊，十本不离，直趋绝路，无量光寿是我本觉啊，起心念佛方明始觉。托彼依正，显我自性啊！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也是我自性所现的。无量寿经，就是透过阿弥陀佛的行持，把我本有的智慧德能给唤起来了。哇，看到啊那一句。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则始成佛。自己的慈悲心在增长了。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好像觉得自己 正能量比较高一点了。本来黏黏的一念，马上深呼吸了。托彼依正，显我自性啊！阿弥陀佛的心量，我有啊，我本有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阿弥陀佛的坚忍，我有啊。纵使身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下莲居老居士说。每一次读到这一句啊，眼眶就泛着感动的泪水啊。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啊。你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你的心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自己的心跟佛心相应了。你的相貌就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发展了。所以今天我们念佛人假如还没有亲戚朋友说你变了，感觉你好像越来越庄严，越来越温和了，那就是念的还不够。
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啊，真诚本体清净平等觉身心自受用，他受用慈悲柔软慈悲啊，体恤备至，和言爱语劝喻策定。无量寿经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佛法就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没把佛法落实，我们就入不了不二法门。读经无量寿经还是无量寿经，工作还是工作，入不了不二法门了。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你看这一愿说经行道，行道啊，行菩萨道啊。在哪里行菩萨道？家庭就是道场啊。我们中华儿女应该这一点体会会很深呢。看太太有典故的啊，周朝三代女圣人太姜太任太氏重视胎教，代代出圣人，所以是因为这个典故啊，后世都称结婚的女子太太啊。因为这个家能不能出圣贤君子啊，最大的关键是太太了。因为三岁看大啊，这三岁包含胎教都在母亲的怀里，还有她的身边呢，受母亲一言一行的影响最大。这老和尚有一篇开示，这可以发给大家做参考。这总在遇缘不同。这个妈妈从胎教就开始教她缘殊胜，什么缘？做圣的缘。这个孩子有做圣的缘了，胎教没有这个缘没掌握住，掌握三岁以前一千天，做贤的缘，大家感受感受啊，什么都有世界因缘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无量寿经也在提醒我们世界因缘何不于强健时，强健就是因缘了，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你强健的时候精进修行念佛听经读经拜佛，跟人相处都用真心，福慧增长啊，业障消除。可能本来晚年业报现前呢，要老年痴呆症呢，你年轻勇猛精进啊，就化掉了。了凡先生53岁，他命到了，他没有求长寿，活到74岁，他自然那个业就消了，福慧就现前了。当然他也挺努力啊，他前10年才做3000善事，再发3000件呢，花了3年，你看修行是越来越进步了。
最后呢，发万善。结果没多久啊，因为他的夫人变成县太这个县老爷的夫人了啊，不好常出门了，还要行善要出门比较好做了啊。他太太就有点生烦恼了，哎呀，以前比较方便行善呢，你看现在啊，这个大门不迈啊。二门不出啊，哎，就有感应了，啊，就有天神了，给了凡先生托梦了，哦，说他万善已经啊满了，圆满了，哦，后来好像是遇到当时候的高僧，他请教啊，高僧，你一念真诚，啊，这个是圆满的。你看两文钱是圆满的，哦，这个女子啊，去寺院供养两文钱，这个故事也很启发我们了，真心是圆满的了，哦，况且啊，哦，你看那高僧给他说了，你现在是县太爷，你一个政策对了，受利益的就是千万人民。哎，他心里想，哎，对啊，我不久前才把赋税降下来啊，啊，老百姓的负担就少了。你看，这都是感应了，啊。好，所以家庭就是行菩萨道，说经行道。啊，语如钟声呢，啊。你的言语真诚呢，哎，都能跟人产生共鸣，人家把你的话都终身不忘，哎，妈妈能做到哦，他道圣何夫，这是企业界的菩萨哦，他回想，他这一生能有一点成就啊。哎，小时候他妈妈的教他的，哦，不要恐惧，不要害怕，哦，要有信心，要看妈妈这个言语的鼓励啊。这稻盛和夫先生本来很内向啊，哦，哎，都是劝他宁肯吃亏啊，不可以占人家便宜。哎，这些话都留在他的心里面了，先入为主处事的观念了，所以妈妈这个角色行菩萨道啊，菩萨道在各行各业，在每一个角色里面，你用真心了就行菩萨道了，包含学校里面，孔夫子就是教育家了，我们看一些感动中国，这些老师也是牺牲奉献，包含在医学界，我也看过那个报道，都用很便宜的价格，老中医师了，就把这些农民啊，经济都没有那么宽裕，哎，他几块钱就把人家病治好了。哎，有时候病治不好啊，倾家荡产都有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的活菩萨了。哦，包含啊，你看西医界吴孟超啊，这个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哦，当时他投入这个肝胆科啊，那个国内很落后啊，就靠他撑起一片天，他桃李满天下，最后都在这个领域啊，很
很有成就，他九十几岁还拿手术刀啊，那个精神还在带学生呢、啊。哦，你看菩萨在人间呢、啊，在医学界，哎，在农业界，啊，啊，叫水稻之父。你看他救了多少老百姓了，袁隆平先生。哦，刚刚我顿了一下，有点想不起他的姓啊，啊，稍微念了两句佛，可以想起来啊，所以不能紧张，啊，要定一定啊，好。所以你看这《无量寿经》啊，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角色、行业里面去落实啊。好哦，所以这一愿啊，善禅诸法愿啊。当然了、啊，我们真的去行道了，才能现身说法，侃侃而谈。我是怎么做的啊？当然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谦退啊。为什么？不是人的力量啊，你要去利益别人的时候啊，都是诸佛菩萨在加持啊，都是你曾经供养过的一切诸佛在加持啊。在《无量寿经》里面都把这个真相讲出来了。哦，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供养过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仁德如是广大法门。我们遇这个法门呢、啊，也是。无量你供过的诸佛加持你啊才行哦。你看现在法弱魔强，这个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于世啊，大部分的人随波逐流，追名逐利了，我们还能欢喜念佛啊，愿意来学无量寿经，学四十八愿，都是诸佛加持。哦，所以大家听课有一点收获啊，那是诸佛菩萨在加持你。哎，这个无形的力量是很大的。好，哦，这个没有诸佛如来加持。我讲的再好，大家可能也听不明白啊。哦，这个都要感恩哦。啊，当然，我能讲的给大家一点启示，也是诸佛菩萨加持我啊。不然呢，我也讲不出来。哦，你看我刚刚想说，哎，带一下前面这一愿，结果一带又带了一个小时啊，这个也不是准备的。诸佛菩萨加持、哦、跟以前人弘法不一样、啊哦、这个我们弘法的人要有自知之明、啊、以前的人是开悟出来弘法、啊哦、我们现在烦恼习气还扶不住、啊哦、但是还是要出来讲经典、啊哦、像我们都出家了哦，那披如来袈裟要喝淡如来家业，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弘法立身呢、啊。哦，哎，就讲老和尚的讲地喽。哦，来供养大家。哦，
没有能力讲，是老和尚教导我们的自诚感通，这个也是李炳南老师教给老和尚的，没有其他念头，就想着供养大众，希望大众能有一点收获，那佛菩萨就希望利益众生呢，我们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就有感应了。当然大家不要一听了执着了，坐在讲台上才有佛菩萨加持，那不听都听了很偏执了。你一心为众生呢，你平常在跟人家聊天都得佛菩萨加持，你在那里做事的时候，你是恭心在做，都得佛菩萨加持。真心是能感嘛，佛菩萨加持是所感的。大家有没有劝你亲戚朋友，劝到自己流眼泪，太感动了。你要感动别人以前要先感动自己。好，我们再看下一愿。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段文有两愿，是35一生补处愿，36教化随意愿，这两愿非常重要。紧接着前面所说的光明慧辩，善谈法要，所有众生呢，这个经文是提到的，就是指所有一切的众生，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而且都是普贤菩萨，因为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初信位的普贤菩萨，二信位的普贤菩萨，一直到等觉位的普贤菩萨，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平等法界，他们个个都缘解缘修，一切一地一切地，初信位就是等觉，这叫彻后。你看从初位到究竟位，叫菩萨最高的就是等觉菩萨了，到彻后了，等觉就是初信，彻前，等觉其实是51个阶位的，到52就是妙觉究竟佛了，所以彻前彻后才平等，否则怎么平等，所以因此身皆不退，顿超皆位，
这个我们呢体会一下啊，比方说啊，你念一年级，可是你一年级的内容啊，因为它是原解原修啊，你虽然念一年级呢啊，初中高中大学的内容也在里面啊。黄念老曾经讲过啊，原解的人修一天，超过不能原解的人修一节哦，所以不是外面讲说，哦，我已经学了30年了，啊，你不能原解，学30年，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了。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原解原修，所以他速度快，啊，为什么能原解？老师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把道理给我们讲的圆圆满满，我们照着修得大利益了。现在照着无量寿经啊，就是跟阿弥陀佛学啊。老和尚说给我们介绍老师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现在还有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的这么深入圆满，我们真是福报够大的了。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深入，提升的快了。所以极乐世界啊，现在往生呢，超过一半以上啊，都是后补佛了。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有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啊。大家注意这个“多”字啊，“多”字是什么概念？最少超过一半吧。哎，极乐世界成立才多久啊？10劫，你看去读书的都什么？超过一半都是一生补处了，后补佛了。你看速度快不快？难怪普贤菩萨要劝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假如华藏世界速度就很快了，那还劝去极乐世界不叫多事吗？佛菩萨不多事哦。哎，哦，我们现在不用去华藏世界哦，直接去极乐世界了，这是我们的因缘福报啊。啊，这个如是妙法性听闻，行超普贤登彼岸啊！是故博闻诸智士因信我教如实言啊！啊，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啊，大家现在念佛有没有生喜？哎呀，我怎么这么 lucky 啊，这么幸运啊，中了佛门第一特奖！还得受持广度生死流，哦，佛说此人真善友，现在就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一起配合，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想着要多带一些人，你就会觉得工作做不完，好多因缘要去铺垫啊，哪还有时间在那里打烦恼、起情绪？不可能啊，事都做不完了，还打什么闲岔啊？尤其起情绪了，把自己功德都烧掉了。哦，人为什么还发脾气？还不知道这个脾气伤害程度，自己体会还不够深，体会深了，
不跟自己过不去了。体会深了，就不好日子不过了。哦，你看心平气和，没有任何人事可以动你的情绪，多安乐啊！哪个人哪个事就可以搞得自己的心七上八下的，那这日子啊不好过啊。哦，都是放火烧工的。哎，所以修行啊要先自爱啊，别跟自己过不去啊。好。哦，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身皆不退，顿超皆位，那个环境好啊，提升的快啊。哎，菩萨皆位有没有？有，虽有它是圆融的。华严经说了，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是次第，就好像一年级上去二年级，二年级上去三年级，这个叫行部次第，不妨碍圆融，圆融也不妨碍行部，行部是次第，从初性到等觉五十一个位次，像楼梯一样，它确实有楼梯，虽有它是圆融的，好像坐电梯一样，阶梯一步也没有踏，它就上来了。有没有经过？都经过啊。一级也没有漏掉啊。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啊，就像坐电梯。其他世界修行啊，要爬楼梯。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所以因此啊，它能顿超圆证，这个就是圆证，已成供养诸如来的人，则能欢喜信此事哦，才有资格坐电梯哦。好，老和尚这个比喻应该是很鲜明哦。诸位同修啊，逼你坐电梯也逼不了啊，成人是不能被勉强的啊，你自己真的听经听明白搞清楚了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要珍惜住了。好，不是往生才坐电梯啊，现在你依教奉行啊，提升的快，你能感觉自己提升的快，跟坐电梯一样了啊。哎，老和尚说了，他自己修学的感受啊，年年不一样。再来呢，月月不一样。进一步提升。天天不一样啊！我们听到老和尚这一段话，看看自己啊，是在进还是在退啊？得把关键点找出来啊！老和尚可以天天不一样哦，我们照他教诲做，同样可以啊。其实不能受用啊。没有别的因为老师一心要成就我们的，我们为什么没有进步啊？问题不在阿弥陀佛释迦佛这边呢，不在老和尚这边呢，在我们没有依教奉行了。
啊，我这么讲，大家不一定服气啊。好，那我们关照关照，有哪一句老和尚的教诲啊？我们做它三个月，随时提起来。你真做一句啊，你的心境一提起来，你要做其他的也不难。为什么？你要做什么都是你这一颗心去做的，你的心在一句当中慈悲提升了，难道你的真诚会没提升吗？清净会没提升吗？平等会没提升吗？一有，一切都有了。所以啊，修行不是去挑你想要的境界来修，你想要的那个就是贪爱，要在境界里面念，不要去分别，安住当下，敦伦敬分。会修的人在家庭当中就把真心修出来了，不会修，你到老和尚身边也没用啊。你名闻利养不放下，到老和尚身边，那这个名闻利养起得更厉害了。哦，一跟人家讲，我跟老和尚吃饭呢。哦，你们要不要见老和尚？我给你们安排。哇，那哎呦，你真是我的贵人啊！你一下，这个狐狸尾巴翘起来了。对呀，哦，最近，这个有听到啊，比方说某一个传统文化老师啊，说认识我。哦，说我还邀请了他到英国汉学院讲课，我根本不认识他。哎呀，现在的人真的不怕英国啊。大家注意啊，不要一听到说认识老和尚啊，在听老和尚讲经哦，认识陈德，你们说啊就开始激动啊，修行人就要在境界里面，不要激动啊。要冷静，要会判断，一直在标榜什么的都有问题，不炫几长。我们真正跟老和尚一学，哎呦，他的教诲好多我们都惭愧啊，做得不好啊，不可能常常拿来标榜哦，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判断哦，要自知，要知人哦。你看怎么知人呢？三根就是懂得知人，自知跟知人。哎，他连《弟子规》他都不做，他能做第三福发菩提心的大菩萨吗？不彰人短，不炫己长。他私底下聊天，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那你要小心了，他的德行还不足，你要跟他学法，那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的法身慧命啊，不能掉以轻心。在密宗说。学生找老师，老师找学生要看三年，慎重其事还是有道理。那我们现在老和尚说给我们找老师，阿弥陀佛，还有大经解可以深入。我们一四众弟子跟着老和尚学，跟着大经解深入。
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已经遇到这么好的缘了，掌握住了。好，所以呢，为什么能坐电梯？因为福报大，以诚供养诸如来，还是有原因的哦。好，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说：“哎，我好像善根、福德、因缘不够。”不过不怕，你肯老实念佛啊，善根福德快速提升啊！这是藕益大师说的，以持名故，你持这一句万德洪名啊，持名念佛跟实相念佛平等。这江卫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说的。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即是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跟念实相没有差异。是故，能灭众罪，能消众业。啊，这个都是这些大善之士啊。给我们信心持名啊，善根福德顿从诸佛，所以不够不怕，肯老实念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叫王呆头啊，生下来业障现前呢，智商不足，用现代化的智商不足啊，结果有个修行人看他可怜了，把他收为徒弟。这个师父一看，我看他呆呆的，学其他法门也学不了了啊，他只能念一句阿弥陀佛了。念的时候还有点念不清楚。念念念念，念了若干年。那因为他本来呆呆的，常被老师、被师父打。做不好事就被打了。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哈哈大笑。他师父觉得他又发什么神经啊，拿棍子要打他。他说：“师父啊，今天你不能打我了啊，因为打菩萨罪过很大。”他念到自得心开了，不假方便了，就这一句佛号，自得心开了。业障消掉了，善根福德快速提升，业消自然了。所以大家现在有无上的法宝啊，我们要好好用了啊，好好珍惜了。这真的是佛给我们升灌顶阶啊，受菩提记了。受顶法给我们了，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十地那是最高的菩萨位了。始终是什么？始就是初地呀，终就是十地呀，都不离念佛。好，好，那。大家准备好坐电梯了没有？好，我们看下一段。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处。究竟必至啊，这个四字就是保证成佛了。这保证班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啊，我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说的这么肯定？
你有什么把握？啊，我说啊，我已经拿到保证书。啊，阿弥陀佛发给我保证书了，我当然肯定。啊，保证书在哪里呀？就是究竟必至。啊，这是佛给我们的保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决定证得一生补处。啊，一生补处啊，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菩萨，跟他们平等。啊，你一定可以证得，一生证得。啊，这就是一生补处愿。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这是当生成佛的法门，直接又稳当，很稳当啊。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真信，切愿呢，啊，哎，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然后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信愿具足啊，决定往生。啊，往生的品位啊，这是藕益大师教导，在持名的深浅，不是多少哈，佛法重实质，深浅啊，持名功夫的深浅。哦，所以怎么能怀疑呢？那下文呢是第36愿，教化随意啊，这个我们下一节课啊再跟大家交流。啊，那老和尚对阿弥陀佛发的愿丝毫没有怀疑，往生啊就必定成佛。其实前面的愿也提到了，啊，必成正觉愿呢，啊，这里又再次呼应啊，一生补处愿呢，啊，那老和尚也劝我们了，早一点拿到往生的把握，啊，关键在哪？关键在放得下。世间人事物啊，要检查。哦，刘树云老师说：“我心里不装人，装人爱增多。”放得下。啊，我心里不装事，装事是非多。我心里不装物，装物贪恋多啊。我心里只装啊，阿弥陀佛啊。哎，心里只装阿弥陀佛啊，那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了佛，西方极乐世界 passport 就办好了，你护照办好了，你一看到阿弥陀佛。哎，是现前当来啊，不是临终当来啊，这个不能解错了啊。阿弥陀佛，你跟这个世间还有缘啊，我十年之后来接你。你一见佛啊，你生大欢喜，心就安了。哎，好，这个修行啊，是办一件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哦啊。其他的都是太不走的哦。哎，办最重要的事要怎么办呢？要胜券在握，哦，要十拿九稳，哦，可不能碰碰运气，哦，这个碰碰运气的习惯，哦，不能拿到佛门来用啊，哦，我们以前做事就是碰碰运气，侥幸侥幸。修行啊，一点侥幸不得。
要老实、听话、真干，人事物都放得下。你真明白了，你记这些人事物不是害自己啊？你放不下这个，你说你要帮人，帮不了。为什么？人事物放你心中啊，我们就忘心做主了。你忘心做主怎么帮人？你帮别人，别人是你的依报，哎，随着什么正报转，我的心要清净，要真诚，要慈悲，我才真能帮得上人。那心里就装阿弥陀佛，不能装这些人我是非哦。都装阿弥陀佛啊，那我们的一生随缘妙用，妙在有阿弥陀佛佛号在心中啊，不是烦恼做主了，就妙得起来了。随每一个缘，世间人觉得是坏事啊，你不落这个好丑好坏，通通转成法缘，哇，那个就精彩了，哦，那个人生过起来，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菩萨似的，啊，大家会不会听烦了？这个陈德瓦是又来了，又在讲菩萨似的了，真的无上法宝啊，任何事这个四个原则掌握住都能处理啊。我们有法宝不用，然后愿意继续烦恼，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哦，而且啊，任何老和尚佛教的法宝啊，你得用啊，你得练啊，你得立誓练心啊，才能越练越熟啊，越得力啊。哪有菩萨似的用一次全用上了，用得很圆满？不可能。都要千锤百炼呢，最后练到随时提得起来，哇，那这个就做得了主了，这个就不被境界拖着走了。学佛就是学做得了主，若能转悟，则同如来。不被境界转，因为我用真心，真心不变。但你不被境界转，境界就被你的真心转了。就好像舜王啊，父亲后母啊爱害他，他还是孝顺。最后啊，不止他的家里被他转了，全国都被他转了，尧帝被他感动了，把天子位让给他了。哦，所以啊，要转境，不要被境转，要能不被境转，阿弥陀佛要放在心中啊，就不容易被转了。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